4145电脑在哪固里？定，在这里是要一个人上机枪塔。你们还不知道电脑在哪儿？这中间这一片儿。来，三个人，来三个人。对，你们仨是吧？你看中你自己的，你就待在你电脑这儿，不要跑。亮了就点，能点就点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也站中间吧。这有四个电脑 A B C D， 然后上面有字母，里面看不到，只在外面的大屏幕上显示。外面的大屏幕上显示，一开始 BOSS 血多的时候是一台电脑，然后 BOSS 血慢慢少的时候会加电脑，会两台，到最后的时候会有四台电脑对上岸。外面的大屏幕上显示什么字母，里面就按什么字母，千万不要乱按。我就说一句，千万不要乱按，你乱按了，那个塔起来了，然后这把就灭了。外面的人爆，我也在里面打。外面的人爆，外面的人看到，注意这四个拐角上面的大电视，中间那个方块外面不是有四台大电视吗？然后看到的话，上面有四台电脑，然后看到哪台电脑亮了，就给我们报一下。打字母也好，说话也好，一二三四也好，都行。两个机枪塔要常驻两个人，不能走，就在这儿，不能走。还有一个就是，你如果机枪塔打到 BOSS 的背包后，仇恨会拉到你身上，你注意一下你的仇恨。只要你的仇恨 ，BOSS 的仇恨拉到了你身上，你就立马下机枪塔，不要管 BOSS 在不在。倒不倒地或者跪不跪地什么东西的，只要仇恨到了你身上，就立马下机枪塔，然后和拉 boss 的人两个人换一下。不会拉仇恨的来队长这里，告诉你们怎么拉仇恨。如果仇恨在你身上，你会看到一个红色的眼睛，就顺时针这样跑。顺时针，对对，谁顺时针绕着这个圈圈跑。顺时针，然后呢，那个机枪塔就可以打到他的背后。你会拉 boss， 我就不说什么了。还有就是中间的，你们俩在中间的，不要打 boss。就是你有 boss 有个状态是跪地的时候不要打他，不是，说错了，跪地的时候打，其他任何时候不要打 boss。你们能做的就是清小兵，没事干就清小兵，清小兵，清小兵。电脑来了，按一下电脑，然后清小兵，清小兵，清小兵。先打远的机枪塔，先打远的那个塔。我的仇恨，他来了，注意清下小兵啊，阻碍全。就只清小兵就可以了，你们在外面的就只清小兵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仇恨在我身上了，四五机枪塔准备打他背后。等 boss， 打他背后。打 boss 背包。他过热了，他的机枪塔过热了。不要打过热。快打。哦，他的枪口又亮了。啊，虫在你身上，四五下来，虫转你了。顺时针跑。No， 请小兵来，小兵了。C 准备。打不到吧？这个角度打不到吧？闪过来跑，对 ，boss 背包露出来。啊，跪地了！来，打 boss！ 四一旁边有两个敌人，小心点。请小兵。电脑。什么？关电脑。B 电脑 B， 第二个 B。关了。按错了是不是？电脑按错了是不是？你关了吗？按第一个，第二个还是第四个？你念第二个还是第二个？一个 D。我刚才按了，没错。我仇恨在我身上。过了，可还行。我这怎么教了还不会？仇恨在你身上，你出去，仇恨掉了再进来。
你们出血出血。打背包，打 boss 背包。这他妈球怎么拉到我身上来了？这怎么还这么乱？拉仇恨，他拉仇恨没有？哎，不是不是，电脑电脑那个。四五三个人准备准备打打他背包。停停停，不要跑了！哎，这个就我跟你说，你拉完仇恨就。错过了，我感觉散了吧，真的真的，我说实话，散了吧，我感觉打不过。示意输出 ，boss 规定，输出。好的，哎，这挺好的，仇恨还是我，仇恨还是我，我带着他跑。仇恨还是我，事务准备，事务准备。shit， 事务呢？哎那个、事务，快快快！这个 look， 打他背包。八字母，完了，完了，来，电脑 C， 电脑 C， 是你的仇恨下来，别打了。C。快打 boss 的背包！又过了是吗？boss 跪地输出，又是你的仇恨，打 boss 四五三个人，哦四五没有，算了，再拉一圈。拉一圈拉到 C， 然后 C 再打一次。帮帮打那个塔打了，塔打了。第二个那个打不了。这塔打了，那个是我的塔是打不了，那个是我的机枪塔是坏掉了。所有的电脑都要按，快 ！A、B、C 四个电脑都要按。进来人，进来人，按电脑，进来人，按电脑。出去仇恨，出去有仇恨的人出去。没了。清小兵，清小兵，清小兵。哪边机枪是好的？哪边机枪是好的？先把塔打掉，先打掉一个塔。拉 boss 的，看一下胸口灯，看一下胸口灯，打灭掉。机枪打，先打掉一座塔，把 boss 往没有塔的地方拉。没了，没得了，得团灭了。往这边拉，跑错了。一波可以带走，一波可以带走，最后一波虽然把胸口灯打掉，把胸口灯打掉。被敌所有人把 boss 拉过来。没了，没了，凉了。打不了，打不了的，没人会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？你只要把 boss 打跪地就跑就行了，跑下来就行了。很简单，不用怎么乱跑的，他就所有人就是你记得一个东西，就是顺着场地顺时针跑。你看快到过热的时候，你要停下来，无论什么情况你都要停下来，因为这个过热时间特别特别长。然后你就记得不要过热就行了。然后如果你的仇恨在你身上，就这么顺时针跑。记得。对，仇恨在你身上下来跑就行了，你倒地会有人拉你。然后出怪就我们在里面会帮你外面清的，会帮你清怪的，
只要出怪你就清，出怪你就清就是可以了。你如果看到 boss 跪地了，自己看，看到 boss 跪地了，你就去打 boss 就可以了。我想猎人套多好，猎人套这两个怪清兵我清很快。也是啊，可以随你喜欢，你只要能清掉就行，你哪怕用电光重炮你能清掉就行。但是不要把怪放进来，你知道吧？放进里面比较难受。这个机制特别简单，真的特别特别简单。你们所有人记得不要乱跑，各司其职，就刚刚那样，乱乱的一团糟，那个还差点打不过了，就离谱。你就在附近，你就在机场塔附近就可以了，找一个掩体，有小怪。小怪来了你就打小怪， boss 来了你就上机枪塔就可以了。你只要在里面，你不用打，你在里面的不用打 boss， 只有 boss 跪地的时候大家一起集火，你知道你看到了你一起集火就行，平时不用打 boss， 就是清小兵，电脑来了开一下电脑，很简单很简单，然后就这些，也没啥说的。还有一个比较那个，就是如果咱们在里面的身上有仇恨，仇恨拉到你身上，第一时间跑出去就可以了，把 boss 带出去，千万不要让 boss 在里面。boss 在里面呢，如果来电脑按不了电脑，这个塔就会起来，这一波相当于就灭了，知道吧？来，先打远的，再打近的。敌人来了。shit， 他打掉了吗？哎，四五的。塔是先打远的再打近的 OK， 再见。四五机枪塔是打塔不是打敌人， Come on。 啊，过热了，这还不会打，我的天，过热了，他的那个机枪塔过热了，不要让他过热，不要打过热。就是让他冷却到初始状态，然后再来了 ，boss 来了，然后拉 boss 带着 boss 转，来吧，我把他电住了。所有人不要乱跑，记得清小兵，记得清小兵。我突然发现了新大陆，快打他背后，看，他又被电住了。啊，四五，好不好？给点力。四五，你可以不用这样打，你在快过热的时候停一下就行了，你不用这样打。换个，嘿，下来下来下来，从这里下来。啊，他好像还不会打，我的天。那换个人上四五嘛。等等等等等等，跑回去跑回去，跑到四一。顺时针转，轻顺时针。重是我了，重是我了，没事了。那个司仪准备了。爆字母一二三四可以爆。电脑几啊？电脑第四个。哎 ，boss 跪地了，输出。第四个是吧？第四个是吧？啊哈。按过了，按过了。哎，重还是我。重还是我，我拉他。boss 快过来。对的对的，很好。喂，四五三个人准备了啊，来打他。啊， boss 跪地了，输出集火集火集火，打 boss 集火打 boss 集火，好，停手停手，虫还是我，太好了。清小兵，清小兵，清小兵。虫还是我。好的。嘿。司仪准备了。停手，清小兵，清小兵，停手，清小兵。好了。准备好。哎 ，boss 又跪地了。集火，打 boss， 集火，打 boss， 集火，打 boss。电脑几啊？电脑第二个。电脑第二个。又是我的仇恨。所有人清小兵，清小兵。四五准备。好。
这个四五支枪太拉胯了。不会，他不会。这把如果过。好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快快快快快！所有人集合。好的，估计要按电脑。同样又是我。嗯。他们过来。清小兵，清小兵，清小兵，所有人清小兵。可能又是我了。好的，所有人集火，集火，集火 boss， 所有人集火 boss。好的，又是我的仇恨。清小兵，清小兵，清小兵。电脑一三四。拉 boss 把胸口灯点了，胸口灯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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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！这机枪塔下方的他换掉了，好像是我有点受不了。所有人集火，集火，集火，集火 boss！ 所有人走了，清小兵，清小兵，所有人清小兵。清小兵，所有人清小兵。他为什么上四一去了？是打太慢了吗？因为血到一半的时候要毁一座机枪塔。啊，只能说打太慢了。所有人清小兵，清小兵，所有人到四五这边集合。四五下来，四五你下来，换一个人上机枪塔。上，拉 boss 拉过来，拉过来，一波可以秒，一波可以秒。快！我的仇恨。过来好不好？过来好不好？开电脑，注意电脑，电脑，把电脑，电脑所有四个，四个，四个电脑，集合 boss， 集合 boss， 先不用管电脑了，集合他一波带走。做不了。还可以一波，没事没事，还可以一波。把胸口灯控好，机枪把塔打掉，把胸口灯控好。打塔，机枪打塔。DB 打塔，机枪把塔打一下，机枪机枪把这四三四四塔打一下，那个下来下来下来，哎。把塔打一下，好了。集合 boss， 快！哦哦，不行，重换人。我觉得四五应该还有机会吧。一波，最后一波可以打掉，最后一波可以打掉。上上人，机枪塔上人，快！机枪塔上人，机枪塔上人。我往塔四三四四塔打的。所有人，机枪，所有电脑。可以秒呀，拿住 boss， 最后一波可以不管电脑秒掉的。但是，啊，好乱，好乱，真的好乱。黄面要不要？好乱啊，可以打掉，就都打掉，最后一波怎么就越到后来越乱了、啊、这个七十四级的你要打小怪啊，你不要在里面蹲着不露头啊，
你要你在里面你要打小怪啊，你要靠着掩体打小怪、啊。OK。啊，仇恨，又是我了。胸口的那个，准备了啊，四五准备了啊。好，好，背对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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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一个，小怪，下一个，去下一个吧，我的天。仇恨在谁身上？顺时针拉 boss， 转逆时针是吧？仇恨是我，仇恨换我了。我，哎，仇恨又换人了。这怎么拉的？我的天！哎，我上四五，哎，快快快！来得及，来得及。不是在我身上，仇恨不在我身上。又换人了。Come on！ 放下电脑，放下电脑。存在我身上，存。defense system disabled。 来来来来来，你们四十五准备，而且四十五准备，好好好，来了来了，存又改，存又改，啊，跪地了，输出，好，我的仇恨。我把他拉到四一，四一的人要准备一下哦。注意灯，胸口灯，胸口灯，拉 boss 的胸口灯。有有，在打，在打，在打，来，准备输出。四一是过热了吗？好，输出。输出输出输出。受干扰是吗？好的，又是我的仇恨了，我拉到四五啊。好好，转圈就行了，拉回去转圈就行了。帮我清下小怪，帮我清下四十五小怪，四十五小，输出，我死了！天哪！黄又是我的怪，帮他打小怪。哎呀，四十五小怪，哎呀，我喊了半天了，我到四一了，我到四一了。我都喊了半天了，输出 boss。这，我也不知道说啥了，这个七十四的这个。有没有顺势你？哎，顺时针拉，四五三个人，哦，有了有了，我去清小怪。四十五，四十五，准备好了，来来来，把 boss 拉过来。慢点啦，和他保持距离。boss 呢？拉过来，拉过来，拉过来。还看不到。准备输出 boss 了啊！好，输出。电脑几来着？电脑二和四。已经有人按了，对吧？有人按就好。又是小怪，小怪，我在加四十四。啊，在我身上。塔是过热了吗？这电脑怎么每次都错？我想不懂。四十一准备，四十一准备。四十一，四十一，马上了，马上了，马上了！我在那个打塔，不敢打完塔，那个机枪正在冷却。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，好，准备了，好，输出，又是我的仇恨，我带到四五去，耶，清小怪，四十五有人没有？我去，我去四十五，我的仇恨，四十五的塔没下来哦，打不了哦，我在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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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defense system node disabled. 过热的小怪，小怪清一下，小怪清一下。问题就两个，第一没有清小怪，第二电脑按错。打塔呀！C 一三个人，我在 C 一了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. C 上哦，电脑，电脑起，电脑一，一二三。我打，我打，我打，我打。不行 ，boss 在我 ，boss 在我脸上。C 一没人。Style has full golden bullet. Second trailer down.
further contacts. Area secure. Copy that. Coming to you. Anything I can show you?